鲁莽的个性凶狠又暴躁，也常说肥马四处掠夺像一群强盗。你闻起来像鱼，你很骄傲，个性很糟糕，要是不小心遇到你们最好拔腿跑。虽然我们是不一样的小猫种族，去掉翅膀和脚后没有不同之处，不管哪一种小猫都同样的令人佩服。淘汰那些一成不变老旧历史书，内容不知错误和事实也有出入，换一个造型踏上人世途，就是个旅途。快点入境随俗，实在太丢脸了，这样子才够酷，这根本行不通。奇怪，手脚还有牙齿会带来可怕的灾害。独角兽最喜欢吃马蹄形状的饼干，这种奇怪的想法真的让我不明白。依照直觉行动，有时难免走错路，但人生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错误。享受每个过程，就算失败也不用在乎。快点入境随俗，你说了算，这样子才够酷，请你们仔细看清楚，独角兽会这样走路，走路。独角兽会这样说话，说话。独角兽会这样偷懒，偷懒。独角兽会这样，糟糕。哎呀，住手！独角兽会这样撒步，哦，独角兽还会摇屁股。了解了这一切之后，哇，就能够成为独角兽。哦，头上的角是独角兽的骄傲，没有其他小马像我们一样有特殊样貌，一生下来头上就长了独特的角，不需要特别打扮就能引领时尚。这首歌结束。